听到外面的雨声，这是一个台风天啊！咱人伫这个大自然界中，咱爱时时呢抱着迄份戒心虔诚的心，希望人人平安啊！雨声这么大，那个甲大家人来分享着一段呢，不多。那在世的时，有一群呢，无法度真体会佛的道理，所以有的人走到迄个旁门邪道，何况讲。佛陀的时代啊，外道教的人真多。迄当阵有90多种的教派啊，宗教真复杂。佛陀呢，就是无法度去引导人人啊，迄个心的方向正确，所以期待。会当通开出了一条呢正确的方向，所以伊才专心修行去啦。干无了后呢，就是一个心思，因为发现了人人依佛同定的本性，佛陀要甲伊的心得啊。感悟的境界，甲大家人来分享啊！确实，无法度得到人人迄个离根即刻会当接受，所以佛陀不得不爱用是种种的教法来应众生的根基，这是佛陀。在世啊，这个施教的形态，那有一时阵啊，地球呢，伊每一天的生活，拢是爱出去徒步啊。迄一天啊，地球呢有较早出去，要徒步嘛，都爱等人。家家户户啊，饭煮熟啊，因则去吐瓜啊，时间也早啦，所以即群的地球，他呢就去照到一个外道教啊，一个集会讲堂的所在，因呢就伫迄个所在照一个角落来休息。等待时间突破，但是啊，迄当阵多好呢！哦，在外道教啊，大家人伫咧辩论教法，论得足激烈的哦。听到因，大家人所讲的就讲，我的道理才是真啊！有的人嘛讲。我的道理才是实，有的人就讲，我的见解才是正确。总共一句呢，大家人在迄个所在，就是用口红、舌尖、用口舌啦，好亲像伫咧互相攻击，啊，互相争端不实。在地球在那个地方听自己的感觉、啊、真正幸福可以跟随着佛陀，佛陀呢以用正法开始啊，条条的道理呢就是可以适合天地万物的道理啊，人性的伦理啊，当中呢
是这么子顺理成章啊，这么好的道理，听听因这外道教互相伫咧争论，遐尼只激烈啊，都是感觉着家己有福啦，好着欢喜心啊。时间到啦，因就一直向有缘的家庭啊去吐化了，吐化了后，大家人集合回来到正社的时，吃饱饭啊，洗好脚手啊，就准备呢要来听佛说法了。那佛陀也都好来坐伫人群的头前哩，啊，坐落来，静落来了后，这群的比丘就起来向佛陀啊报告讲，今仔日出去吐化，伫迄个外道教所集合的讲堂周围，底下停留着，听着外道教，安尼呢，互相底下争论啊，争得呢，人人叫出恶叫啊，这种的恶言恶语，互相攻击，就是拢讲我的才是对的道理。把这个经过呢，讲给佛陀听。那佛陀听了后啊，他就落着微笑，向大家人安尼讲啊：“比丘啊，大家啊，爱知影，这种对道理啊，你会当透彻了解。”不是遐尼简单咯、哦，他佛陀就开始讲啦。伫过去九万劫去当中，就是真久真久以前啦、啊，有一位呢，假面王，是一位对佛法啦、啊、真正虔诚。啊，研究了佛法，就是一个心愿，希望将佛的正法啊，会当宣布予全国的人来了解啊，人人呢会当依教奉行。但是，迄当阵也是真无奈啊。尽管伊身为国王，会当头领治国政，却是无法度呢，将人民信仰思想，互伊引导伊一个共一个方向。所以伊看到伊个国家个人民嘛，都是所信仰个呢。当中是啊，旁多瞎搞，一阵烦恼，人难得人心呐、啊，得了人心呢，那无听到佛法正教啊，实在是足可惜。就假面王，他就安尼来思考哦。有啦，伊呢发一道的命令啊，就向伊的大臣讲：来，恁去找出这个国家哪有出事都是蒙眼的人啊！恁拢甲抓来。啊，同时呢，嘛将王宫所饲养的象啊。大青，我那拢给砍来吼，安尼给接挖啦。这个中间，
国王就讲：“来，请这蒙眼人啊，徛好伫大象的身边，互因伸手来望大象。有的人呢，伸手望啊，望到的呢，就是大象的屁。那有的人啊，所望到的呢，那都是大象的脚。要有人望到的呢，那就是大象的巴肚。有的望到的呢，是大象的耳啊。大家人拢望啊啦，望到了后，那么国王啊就开始甲遮个人一挂来讲：“来，恁到底有看到象啊无？”在望眼人啊，就讲：“哇，我已经看到象啦！哦，啊，恁看到的象呢？”是什么款的象啊？象的形是生作安怎啊？望到耳仔的人啊，就讲：“哦，象啊，那好亲像呢，一只身同款呐。”望到巴肚的人，伊就讲：“唔对，唔对，大象呢？”都好亲像呢，一面鼓啊！那望到偏下卡的人呢，他就讲：“唔对啦，我所望到的呢，我所看的大象呢，就是亲像一只真大只的条啊！”哦，真的对啊，大家人所望到的。迄、那个感觉伫伊个心目中所想的迄、那个形啦，伊的就开始讲大象是安尼才对，亲像安尼呢，大家人又是搁再争端起来啦，和彼此之间都无承认呢，望到无同。的心态，吼，大家人拢是呢，对家己所感觉到迄方面呐，正伊所感觉的，镜面王啊，他呢就甲大神大家人讲，来，恁大家人向即群人啊解说互因听。哦，有大神啊，都出来，开始呢，将伊明眼见大象，来甲遮个蒙眼人讲，讲大象呢，恁大家人所望到的呢，是一只象，迄、那个身躯肢体其中之一。大家人讲的拢对，大家人所执的拢唔对。迄片耳仔无唔对，都亲像一支开线同款。那只是呢，大象的迄、那个身躯器官的一项。恁大家人望到的呢，人人望一支脚。大象有四只脚，有一个屁，所以呢，您所讲的亲像条啊，无唔对，因为大象的身体真大，所以您感觉就亲像条啊，这嘛无唔对，您所望到的大象亲像一个鼓，其实呢。大象真大，你望到的呢，圆圆的皮啊，都亲像呢一个鼓，摸唔到啦。不过呢，
伊这是大象呢，迄、那个一只象的身躯其中的一项，这是片面的一项啊。但是，在蒙眼人啊，一直抱着怀疑，你所讲的我拢无感觉到。我所感觉到的呢，就是安尼，不管是耳的一耳一支线，脚片就是接到呢一支条啊，那腹肚呢就是接到底迄个骨的，所以啊，惊面红啊，就真开坦，开始就讲啦，看。现在啦，在这个境界这么这么多，像这么这么多的蒙眼人啊，像呢，都是同款，蒙眼人呢，所接到的都不同，尽管啊，有人这样给他解释，他也还是无法度呢，这个了解，像规只大象的真相，人甲阿尼共款嘛，人人呢各执己见，大家人都是执家己呢的感觉，这各执己见呐，自以为呢我所得到的呢是最真的代志，世间人都是阿尼。因为有这个执着啦，所以呢，永远呐都无法度去接近到这个佛的正法。这呢，就是啊，去当作一见面王啊，用伊的智慧呀，要来引导国家的人人，会当。将佛法啊，迄、那个一心大法，人人会当拢总透彻了解。伊就譬如咱普通的人凡夫啊，听法呢，只不过执着伫其中的一项，甚至呢，更搁再较危险的人呢，唔只是听到佛法。会执着，搁较危险，连佛的正法啊，小乘的道理都无听到，都是去信迄个旁门啊、邪道啊，那就将这个邪道邪法啊，即位呢，那伊要所修的方向，这呢。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啊，佛陀用智慧时时呢，用种种的譬如来引过去古早古早的时代，迄、那个法有正法，也有邪偏邪的道理，众生多数呢，拢是即。着的，迄个偏邪的邪法，所以都邪知邪见啊，众生啊，就是苦啊，苦的呢，心中充满了迄个邪知邪见，无有迄个机会通好接触到正知正见正法，所以这个心的无明啊。不断复制啊，那不断的所受的是这么正，无法度解脱啊，内心的苦，这种复制烦恼啊，多做恶业，无法度了解真实因缘果报的真理，真呢是不多啊，将说。对机呀，去祷告。
迄一群的比丘，外面所看到的，外道教的精进，嘛感觉真好笑啊！是安怎？道理遐尼只正确的道理，你无爱来相信，你伫迄个所在呢？一种真正呢迷茫啊，不正确的邪法呢？在那个地方，安尼论见不休啊！听到别人的道理，遐尼真荒谬啊！那想到家己呢，会当随地佛的心边接受佛陀的教法，那因为是感觉到真庆幸，所以呢，等来到正舍啦，将因所见闻呐。提出来请教佛陀，佛陀呢就会当用阿弥的法蒙人呐、啊，蒙像吼，蒙眼的人啊来蒙迄个像，那所蒙的呢各执己见。那咱《地法华经》啊，这段时间咱这长来敢唔就是呢？那得要表达出了佛陀想要甲大家人讲出了迄个真相法啦，迄个真实微妙的实相道理，就是一点呢，也阁无法度讲，因为呢，好亲像迄种的蒙眼人呐、啊，蒙着像一部分呐、啊。还阁是执着掉咧，同时呢，还阁起着正常慢迄个心态，所以佛陀还阁伫咧等待啦。啊、哦，这下一段长的时间吼、哦，那但愿呢，人人啊，以最虔诚的心，戒心虔诚啊。咱抱着敬天爱地这点心啊，用感恩啊，好好呢来祈求天地平安，人人平安。所以呢，时间不断过啊，咱来时时多用心啊。